关羽楼催马吗？金三，阁下好身手啊。废话少说，你找我有何事？金三爷啊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生意上还是常来常往的。你也知道，咱们欢宜楼也算是京城里边头一号小金窟，托您的福，现如今也算是城里头一等一的销冰窟了。这冰您虽然给的多，但是还是时常东拿一点西凑一点的，这记账记得我实在是脑壳疼，所以就想跟您商量商量，您的冰往后不经他人之手了，这有多少都直接交给我，我用得完便用，用不完便帮着销出去，这挣多挣少按月结给您。我的兵向来就不愁销路，眼下还有人排着队想买，为何我就要全交于你来打理？一则这排着队呢，您还得挨个应付，多麻烦啊，往后这个麻烦就交给我。二则呢，我崔妈妈从来都很舍得花钱，我给您的价保准是市面上最公道的。哎，最后我这上面有人呢，谁还敢不留半分情面，但凡有人想闹，不管闹多大动静，我这都有人能够摁住呢。咱们做生意不就图个安心吗？嗯嗯，崔妈妈果然有头脑。金三爷您可真豪爽，那您看眼下还有多少存货，带我去点点。此事我还需要跟弟兄们协商一下才能够做决策，明日你到刚刚的那个地方等我。嗯，那也好。您还等什么呢？嗯，等您送我回去啊。上车上车。再笑我就下车了啊。请便。求你别笑了。不行不行，转过去转过去，你这干嘛去了？办案，不方便跟你透露。是去查黑士兵了吧？这个你也知道。你穿着崔妈妈的衣服，可不就是假扮她去查黑士兵了吗？看你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莫非是皇家兵教丢了兵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我？该不会我这案子你已经破了吧？思南要是落在我手上，当真俯首可破。兵教守卫森严，外人绝无机会进入，这是明显的监守自盗。只需把所有官兵抓起来上刑，定会有人招认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我也去过，可是……哎呀，这种小案子我不关心。我找你过来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你帮我分析一下，这个李子龙究竟躲在京城的何处啊？他是已经不在京城了。为何？你我都知道，李子龙胆识过人，从来不惧涉险，因此很容易断定他尚在京中，会耗费人手精力去寻他一番。但是这个人又深谋远虑，行事常出人意料，他一定算到了你们这些人会认为他还在京中，所以他早就开溜了。